南无。净度生无生论，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论文，请看文句：无法界为念门，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故我念佛心，全体是法界。好，前面谈的四门啊，第一门是谈理具啊，一真现前一念的一真法界，理具实法界。第二门呢是谈四照。三生四土都是缘起法来生起来的，这两门是总摄啊。在具体的谈第三门，心土相即，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现前一念的心是同体不二的啊。第四门是谈生佛不二门，就是我等众生跟阿弥陀佛虽能有迷雾的差异，但本体上也是平等不二的啊。前面说的这四门，那第五门是法界为念门，这就从修行的层面来说了，修德啊。这个首先要了解何为法界啊。前面在理句当中是谈到了一真法界，这个一真法界也就是我等众生本有的心性啊。那本有的心性，就在凡夫层面来说，它因地当中、迷惑颠倒当中，一真法界并没有失去。那法界这个概念又展开有四种法界，这四种法界是华严中的初祖度胜大师首先提出来的。这个法是法性的意思，戒呢啊，法性规则之意。戒又有两种意思，这两种意思看在哪个词来表达。第一个是分意，就是差别意、分别意，这是从事相上说戒，就是随事相来分别。如果从理上来说，这个戒就是信义，信就是不能变异的意思。好，那这个四种法界，首先是事法界啊。事法界就是世间的一切心法、色法、身罗万象种种差别，有限量的，这叫事法界啊。这个理法界就是从它的本体来说，那个理是圆融的，是不二的，
是不可变异的，这理法界，任何的事当下有这个不变的理。好，那这个理事无碍法界，就是理和事是辩证统一的，这个事相是从理体出来的，理体是要借事相来表达的啊，这叫理事无碍法界。第四种是事事无碍法界，就是以这个理体呀、啊、来笼摄一切的事相，一一事相就贯通无碍。贯通无碍，那就是一个非常超越的境界了，就是一多相及，广狭相容，重重无尽啊，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隔碍。所以这四种法界像藏教、通教、别教就都是谈前面三种法界啊，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那第四种法界就是事事无碍法界，在天台啊，在华严宗祖师眼里只有华严独具，华严宗独具，它就具体的表现为六相十玄门啊，那就是属于圆教的范围，只有大乘圆教对于事事无碍法界有充分的详细的展开。那华严经和法华经都是属于大乘的圆教啊，华严称为大乘全圆，法华称为大乘的纯圆。哎，所以这个事事无碍法界就有它极为深妙啊玄奥的道理。那这里谈的法界主要是谈事事无碍法界这个体性。好，那这个法界就从理上来说，从性上来说啊，那为念，这是从事相修行来说。那这个法界为念，把它合起来说，就是全理成事，全性起修的意识。他没有说是为念法界，而是法界为念，法界的体呈现在修行上，来做事项上的念，念佛观佛，这就注重了修行啊。那这个彻悟大师在《判师》这篇论文的十门当中，特别注重的是这第五门，最为切要。那前后的九门所展开的事理总别、信修啊、因果、恒数这些道理，都不外乎现前一念。所以现前一念是全体的法界，就能够贯通前后诸门。所以这一门在净土的修行上是要加以注重的。那先看这个记子，这个记子就是来建立宗旨的啊。法界，这就是事事无碍法界，这个圆融体
这个圆融是谈什么呢？前面谈的这个法界含摄着性体、性量和性具。这个性量，一真法界的性量是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它就是圆呢。这个融呢，你数念的名号是法身，能念的心是般若，能念数念不二，就是解脱。这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在一念当中，念念当中具足，这就叫融。这个，所以这个法界的圆融体，这个体性，这就谈性德了，本性具有的。作我一念心，这个作就是四照。这个体性本来是不生不灭的，极静不动的，但是随着一种因缘呢，就能够缘起这现前的一念心，这叫全性成修，成了修德。所以众生是一心具足十法界，但你缘起的这一念心，看看是念哪个法界，就呈现哪个法界。所以作我一念心，就是谈事相上的修行。故我念佛心，全体是法界。由这个全性、全性德来起修德的这个立场来看，所以我现前一念念这个佛号，或者观想佛身，那能念的心全体是法界，就全体都是一真法界的性体，这叫全修而在性。所以天台家常常讲全性起修，全修即性，就是谈这个意思。好，这些都有点玄妙了，这是圆教的道理，它是比较深奥的，但是它也是很平常的。下面请看论曰。论曰：行者称佛名时，作佛观时，作主办一正于观时，修三种净业时，一心不乱时，散心称名时，以至见思浩浩，恒杀烦恼，凡有此心，皆由真如不变随缘而作。全体即是法界。好，请看这一组这一段。这个论约就是指长行部分，来对于四句的基诵做具体详细的诠释的。好，那这一段就是阐明
这个事相上修行有种种表现形态啊，这个行者就是指敬业行人，他在做敬业的修持当中就有这些内容，称佛名时啊，就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啊，那这个称佛名是依据无量寿经来建立的，三辈往生都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它的本源是依据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尤其是十八、十九、二十往生之愿来建立的。那具体的展开啊，重视是在《观经》的下品下生章，劝不能观念佛像的啊恶人呢、啊，来出生念十声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啊，以自心称念故，念念都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转地狱的境界为佛前来接引的啊境界啊，随佛往生啊。所以这个称佛名时，就称念佛名成了净土中主要的修行方法。虽然《观经》讲了十六观呢、啊，啊，善导大师就非常明晰地告诉大家，虽然有定善、散善的差异，啊，忘佛本意啊，就是啊，在推断佛的救度众生的本怀，意在众生一向专念佛名，就希望一切众生都称念佛名，不仅仅是下品下生者，啊，三根普披、立顿全收，啊，都以称念佛名这一法来收摄，这叫称佛名是。但众生的啊根基浩要不一，所以净土法门呢就有种种的展开，比如做佛观时，有人就喜欢修啊观想念佛的方法，观佛的身体啊，在《观经》当中就有两观谈到做佛观时啊，如果加上后面的杂观想，有三观啊。第一是相观啊，观啊，这个从莲花座之外就观阿弥陀佛的相，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啊。那真身观，那是指阿弥陀佛的报身啊。那这个是应众生的漏跌的根基，那就观丈六八尺在池水上的那个啊应身啊。所以做观想佛，在《观经》乃至于《观佛三昧海经》都是谈啊做佛观的这种方法。那佛观是正报了，那观想还包括一正庄严，所以十三观当中啊做主。主办以阿弥陀佛为主，观音世智为伴啊，这是指西方三圣的观啊。依报的观想，那就是这个《观经》讲最初的六种观想，就从依报开始啊，日观想、水观想、地观想、树观想啊、宝池观想。还有总观想，这都是依报庄严的观想。那正报庄严的观想有七种，像花座观啊、阿弥陀佛的相观
阿弥陀佛的真身观、观音观、世智观、普观想、杂观想、这就是指一正。那余观时，余观时主要是对于十四、十五、十六三辈九品往生的观想，所以这里就涵盖着观经所谈的十六观，好，再就第三个内容，就是修三种净业时。这是韦提希夫人向释迦佛这个祈求往生净土的方法那在为韦提希夫人正式宣说之前，佛首先谈了净业三福这净业三福一个第一是人天福，第二是小乘戒福，第三是大乘行福这个我们都常常讲过，这里就不展开了。就修净业三福，在释迦佛看这个强调，这个净业三福乃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净业正因，十方诸佛都在修净业三福这净业三福是涵盖着五乘的佛法，所以说明修净土法门的人也不能够去拒绝通途的佛法要圆融好，第四是一心不乱时，这是阿弥陀经所说的，就是知持名号一心不乱那这个境界是比较高的，一般按天台家所说的是一心不乱，要拂断见思惑你一心不乱，要惑破无明那这个可能不是末法的乱想众生所能住得到的，但是对于上根利器可以取发以上争取住到一心不乱。好，那散心成名时，这就是大部分的业力凡夫，他虽能有信愿，但是功夫上还是不能上轨道，所以这个心呢还是散乱的心散乱的心里面有名号做主宰，具足信愿毅然往生，所以往生分为三辈九品品里面又有辈品所以它是很多阶位的好，以致见思浩浩，横杀烦恼，这就是一般的凡夫他不修行呢，都不知道自己的见思烦恼有不有见思烦恼见就是见惑，见解上的迷惑，身见、边见、戒取见这些思或自贪嗔痴慢疑这些，浩浩就是非常之多呀这见识烦恼之多这个声闻教是八十八识的见惑，八十一品的思惑，如果更展开来说，这种见识烦恼那像恒河沙一样的多恒河两岸的多少沙子所以就是这个表明我等众生呢烦恼之多这种情况每天都在烦恼堆里讨日子过，还不知道自己的烦恼有多少这是一般凡夫的状态。好，那这个就是概述的所有事项上的念想的状况。好，下面就表明
这些事项上的，无论是顺法性来修行的念，还是违背法性不修行的妄念，都属于凡痴有心。只要有这个心，有这个念想，这就事项了。那这念想当体呀，都是真如不变随缘而作。当体就是法界圆融体了。真如就是一真法界呀。那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念想都是随缘六根对六尘所产生的念想，但这些念想的随缘的当下，生灭法的当下，就有不生灭的真如法性法界。所以只要有念想，它当体即是一真法界，这个就是圆教的观点了。我们的妄念当体就是法界，贪嗔痴即是戒定慧，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是不二的。全体的波涛即是水，波涛水全体即是失性这个前面不断的是谈这个观点。你不要是在这个波外去求水，波外没有水，全波即水。你的真如法性不是在念头之外、妄念之外去求，全体的妄念即是真如法性。这个大乘圆教的观点是非常彻底的。好，请看下面。故法智大师云：法界圆融不思议体，作我一念之心，亦复举体作身，作佛，作衣，作正。若然者，于心上是，况念佛心乎？是故行者念佛之时，此心便是圆融清净宝觉，以此妙心念彼阿弥，则彼三身何身不念？求彼四土何土不生？但随功恨浅深，品味高下耳。这是引证法智大师，就是四明尊者四明知理大师。法智大师是皇帝给他的一号。这段话是妙中钞里面的妙中钞是法智大师解释智者大师的观经书的一部重要的著作。智者大师在五重玄义里面谈到观经是以心观为宗，实相为体。那法智大师就对这两句话有一个更为详细的展开这就是这一段这怎么理解呢？法界就是一真法界了，
事是无碍法界呢？啊，圆融不失一体。那优希大师基本上这个圆融法界底就是对这句话的一个缩写啊，只是没有把这个不思议三个啊几个字表达出来了。好，这个法界圆融体是大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就不是凡夫的境界了，不可用世间的思维就心意识去思，不可用我们的语言去议论啊，离心缘相，离言说相啊，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了，那就叫不思议。好，这个体性虽能不思议，但是它是永恒存在的啊，这个啊恒常的法界体性，这个体性，这是理据来说呢，叫性体。哎，作我一念之心，这种性具的层面，缘起法来现前的我一念修行的心。啊，修观佛或者称念佛名，啊，当我们起这个修的这一念，是从哪出来的呢？是从法界圆融体出来的。没有这个体，就没有这个用。啊，这叫体用是辩证统一的。离开体系，没有事项上的这个修德的用。那不仅是作我现前一念修行的心了，乃至于从性具的层面啊，全体的举这个一真法界的啊不可思议的体性作身啊，身是九法界众生，作佛，这是十法界当中的最高的生命体，成佛作佛，啊，所以十法界的正报，都是体性，都是原法界之体，啊，那作依就是十法界众生所依托的生存环境。就气世间依报作正，就是这些依报环境所啊居住的生命体是正报，这些一真法界体也就是实相了啊，这个作依作正，作法作报，作法身作报身，作自作他，乃至就净土法门来说，乃至能说净土法门的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阿弥陀佛大愿之海，能度的佛所度的众生，能信的心和属性的净土妙法，能愿啊，就是能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愿心和属愿啊，属愿往生的极乐净土啊，能持啊佛号的身口意三业和属持的六字洪名啊，能往生的信愿行三资粮和属往生的四种净土啊，能赞叹净土的啊释迦牟尼佛和属赞叹的阿弥陀佛净土庄严
这些全都是举法界圆融不思议体而生起来的。用偶一大师的话来说，无非实相正印之所印。所以这些它是非常透彻的，举整个的法界作所有的法，乃至一微尘、一戒指、一花、一香、一水，全体都是法界。好，那引用了法智大师的这种法语之后，就归结到莲宗的这种法界为念的道理了。若然者，就是如果像法智大师所说的，举全体的法界做所有的法，那么于心上士，这个于心就是指你念佛心之外的心啊，就是一般凡夫每日见思烦恼的心呢，浩浩的见思烦恼的心尚且是法界圆融体，更何况你信愿称佛名的心哪能不是法界圆融体呢？啊，所以就啊，指点现前一念，念佛的心，是吧？来道出真相。是故，净业行人念佛之时，啊，那念佛之时主要是称念佛名。你广义的说，就做观想念佛的时候啊，观相念佛的时候啊，净业三福的时候啊，那这些当下这些起修的心，便是圆融清净宝觉啊。这个就是前面讲的法界圆融不思议体，用了另外一个表达，就这种体性是圆融的啊。圆融就是指世事无碍，一多相即，广狭相融啊，它是清净的。何为清净呢？就是性体一尘不染啊，性量含果虚空法界圆融啊。那这个心当下就是啊，妙明真心的体性，就像珍宝一样的，就叫宝觉啊。所以观经讲的念佛的最高的理则，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就是谈这个道理。当下这一念心，这一念心，我们无始以来的轮回呀，就是这一念心妄动啊，成了无明的耶师的心呢，进入无明大梦里面了，永远在这里轮回造业受苦，都是一念妄动进入的。那我们的最终的解脱，就谈一念相应。那现前一念跟佛法界相应，跟阿弥陀佛的慈悲愿海相应，我们就出来了啊。所以世心在称念佛名的时候，当下你能念的心即是佛，世心作佛，世心是佛。
那进一步以此妙心啊，这就谈这个以法界为念的功德的功能作用了。我们现前一念的心，既能是法界圆融不可思议的体，不思议也就是妙的意思，妙不可言，不可思议。那怎么叫妙？现前一念能念佛的心奇妙呢，不可思议呢，是由于它具备着身佛不二、身土不二的道理在里面。前面讲身佛不二，凡夫众生跟阿弥陀佛在体性上是平等不二的，是一体的，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好，那从这个修德层面来说，以此身佛不二的妙心来念彼阿弥陀佛，来念阿弥陀佛，好，则阿弥陀佛的法报化、法报应三身都念到了，何身不念？在天台家讲这个念呢，从修德层面来说，有次第三观，有圆融三观。从次第的观念来说，先以空观观佛的应身福见思惑，可以升到凡圣同居净土啊。进一步的这个破见思惑啊，能够生方便有余净土。再其次，以假观观佛的报身破尽尘沙惑，能生十宝庄严土啊。用中观观佛的法身破尽一切无明啊，如果分破无明，生十宝庄严土；如果无明断尽，就生究竟常寂光土啊。所以这个见三身，以此妙心念阿弥陀佛，则念三身、见三身，这跟断惑的程度相关，是你停在空观的层面，还是假观的层面，还是中观的层面来谈啊？念阿弥陀佛的三身。那这是从别教的次第三观来说，如果从圆教，就圆融中道的立场来说，是真假中三观一念中修，叫一心三观，没有次第啊。一心三观就是法报应，佛的法报应三身，在一念中念，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在一心中破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常寂光土，这四土在一时而生，这叫举一即三，年三即一，一三不二，一三圆融。哎，这是从这个圆融中道的角度来看。所以这样，你这个以身佛不二的妙心念阿弥陀佛，则阿弥陀佛的法报应三身全都啊一时具足啊念到了，这叫何身不念。以身土不二的妙心来求彼，就极乐世界的世土，这个
何土不生啊？何土不生，也就是你这个你是以这个妙心呢、啊，深土波的妙心念阿弥陀佛的奇妙的佛号，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虽然你没有断见识或是凡夫，但是极乐世界的世土是从差别来说，就从行部来说，这是从众生的水平啊，唯识属现来说分世土，但是从极乐世界的这种阿弥陀佛建立净土的体性来说，它都是法性土，一真法界，它是圆融的，它没有啊区隔的，所以站在佛的立场来说，它是在一土，圆融一土。所以他方世界的世土都是有区隔的，极乐世界的世土是圆融在一起的，所以你往生到凡圣同居土，就等于往生到了上山土。何以故呢？虽然是带业往生，就带见识或往生凡圣同居土，但是你能在极乐世界见到阿罗汉，阿罗汉本来是在方便余土，但你能见到阿罗汉，你能见到菩萨，菩萨本质上他是在十报庄严土，你能见到佛，阿弥陀佛，佛就在常寂光土，你每天都能见到阿弥陀佛、菩萨、声闻、甚众，等于世土就在一土。而在他方世界，比如我们这个世间，它也是有世土，但是我们见不到阿罗汉呢，我们到五台山也见不到文殊菩萨呀，啊，你到灵鹫山去也见不到释迦牟尼佛还在讲《法华经》呢，这都跟你隔开了，这不隔而隔。那到了极乐世界，这种区隔的障碍没有了，啊，这就以深土不二之妙心求极乐世界世土。何土不生，这个意思。好，下面是但随功恨浅深品位高下耳。啊，这句也很重要，这是只是位次修行的阶位的。啊，那前面是谈即事之理。啊，即这个各种念想的事来展示法界圆融体，在凡夫层面都具足。那有人可能就执理废述，既能我也具有三生四土，那我一切现成，我就不需要修行了。哎，还不是这个样子。这个虽能理据呀，但一定要事照，没有修行上的这种修持，你本有的理呀、体性还是不能出来。你目中有火，你没有去啊，这个采取措施，木头里面火不会自然出来的。矿石里面的黄金，如果你不排除它的杂质，黄金也出不来的，啊。所以这个天台讲六级佛呀，它就非常圆融啊。首先是极，是从理上说，一切众生即有这个如来藏性，这是防止凡夫众生的自卑的心。哦，这成佛我哪有份呢？啊，但是你是有佛性的，成佛是有份的。哎，你离这就是极，给人当下这一念心的自尊、自重、自肯。但是你不要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你就说哦，我就是佛，我可以不修行了，那又搞错了。你现在还是烦恼不断呢、啊，这个见识浩浩啊，横沙烦恼啊，还是凡夫啊，
所以就分六个层次，这叫六。六就谈阶位，你修行的阶位啊，你是理即佛。六即首先是理即佛，那是指一切凡夫都有佛性啊。你知道这个道理，就明智即佛啊。从佛经里面，从善知识的开导里面，知道自己本具佛性，哎，这种性解方面先解决。啊，性解方面解决，你就开始要修行了。这就第三个层面，观行位。其实明智即佛就开始修行了啊，观行位进一步的有进展了。好，那功恨的浅深，比如我们就从六即佛来说，你啊，净业行人修持或称名或观想或净业三福等等修持的时候，能够到啊这个观行位啊，包括散心称名的明智即位，能够升到凡圣同居的净土。所以这个啊，《无量寿经》和《观经》表现的三倍九品，基本上是属于涅槃凡夫往生的情形，就是见识后没有断。但是你见识或没有断，按通途佛法你是离不开三界的，但净土法门的圣意方便，就能够令我们待业往生啊，待业往生能够见阿弥陀佛的烈焰身啊。进一步的，你修到相似即位，相似即位就是扶住了扶断见思惑，就是见识惑没有了，但是叫做证人我空，但法空还没有证到，无明还存在，而你就可以升到方便有余土，能够见到阿弥陀佛的圣应身。那进一步的，你轻断尘沙，破一品无明烦恼之上，那就进入分正位了。啊，分正位是破无明以上的，你就升到十报庄严土，又可说是分正常寂光土。啊，那分正即位再上一步就是究竟即佛，就是你四十一品无明全都断尽，啊，就能够升到常寂光土。啊。这个全体是法身的境界啊，所以三倍九品包括四徒的往生，跟你净业修行的功夫行持的浅深，这个品位就分开了。好，那这个这一门里面，按照亲闻记所记载，还有一个问答，问答决疑，我们这里就没有表，没有文字表达啊，但有个本质，有文字，也跟大家介绍一下。问：于心是法界，何必念佛？答：于心是而逆，念佛是而顺。以顺翻逆，故须念佛，非法界有意也。啊，这个有个括号，旧本托此一科，就是现在流传的，把这个问答给拉下了。啊，今以别本补出，啊，以别本有的这个文句给它补上。这个问答决疑，也就是有一些人看到前面文字就知底废事了啊，认为既然念佛之外的啊凡夫心都全体是法界圆融体，那何必要去念佛呢？你当下现成吗？啊，何必念佛？
这中门下也有一些支离废事的啊。那回答是愚心，就是其他的见识烦恼的心，虽能当体即是法界圆融体，但是从事相上来说，它是逆法性而行的，就是这就被觉合成了，违背这个觉性而合六尘的妄境了。这是所以愚心，就是其他不念佛的其他的心是顺生是流的，逆法性的。那心愿称名，这是是当体即是法界圆融体，并且它是顺法性的啊，就是悲诚合觉啊，这就逆生死流，顺法性流。这就观世音菩萨啊跟圆通讲，这个入流妄所修啊，跟圆通首先你第一步功夫要入流妄所啊，入流就是入法性之流或者顺法性之流，这个妄计或者说你断除那个因生之所，这个因生耳根都是奔到外面的生尘里面，这就是这个逆法性流顺生死流。那现在你啊，旋转道文机反文文字性，文自己能文的性，这就是顺法性流，这就是走向一个出世间法了。所以念佛是顺法性的，是这个离世间入法界的这个功夫，以顺法性的念佛来翻转以前逆法性的烦恼心，才能够出离生死苦海，由此要了脱生死轮回，要圆成自性本具的法性啊，那个法界圆融体呀，就必须修念佛法门。这是从事相修行来说，这个妄想行和念佛行的根本差异。但是从体上来说，无论是妄想心还是念佛心，它的法界圆融体是没有差异的，都是一样的，心佛众生等无差别。众生的烦恼心跟佛的清净心，它的体性是没有差别的，但是事相上佛是清净顺法性的，众生是染污背法性的，这是有天壤之别的。好，那么下面请看第六门。六静观相吞门，十六等逐进，是离两种观，彼此互相吞，如因陀罗王。第六门静，就是属观之静，属观的境界。观是指能观的智慧啊，这个能和属相吞啊，这个相吞呢，这也是表达世事无碍法界能观和属观这个复变复具啊，复胜复入的那样的一种境界。这个吞一般就是指包裹容纳。那如果从主宾来说，吞也有夺的意思，以理夺势，以观夺尽，
哎，这个吞里面啊，意是深广。好，那我们了解属观是静，能观是观智慧，这两者属能观和属观是相融互摄啊，是解决这个问题。十六等足净，这就数计，数这个计值来建立宗旨。十六等足净，这就是观经谈的十六种观想啊，有依报，有正报，有三倍九品观，这就这些十六观就是指属观的境界。事理两种观，这是也是释明啊法智大师他建立的一个啊一个理念，就是啊也是在妙中钞里面所呈现的啊。这十六观，你只是单纯的把十六种境作为事境来观想，这叫事相上来观。如果你进一步的以一心三观来观十六种境，这就是理观。好，那这个观呢，也不仅仅是谈观想，比如持名念佛，它也有静观在里面。持念佛名，意为属观之境啊，这个持，你当下能念的心为能观的智慧啊，所以静业的种种行持都有景观包含在里面，也都有相吞的意识在里面。好，那这个事相上的观和理上的观彼此互相吞啊，就是能观之智和属观之境，这就彼此了，它互相的可以融摄，可以啊互变。为什么呢？由于现前一念的法界圆融体，就是前面谈到的法界一真法界的心性有性体、性量、性具。你性体是清净本然的，所以它就能够互相的含摄。这个性量是周遍法界的啊，所以它就能够互变啊。佛的心变到我们这里，我们的众生心也变到了佛的啊极乐世界啊。那众生的心也是互变啊，这就是以有相吞的意思。这个相吞就比喻这个能观之境，能观的智慧和属观的境界互变互具，如两面镜子啊，哎，这面镜子有那面镜子的光影啊，另外一面镜子有那其他的镜子的光影，它互摄，互摄就好像相互在吞吐的样子，彼此互吞吐。如因陀罗网，这就用比喻，因陀罗是刀立天主的名字。刀立天的宫殿有一个网，宝网，它是用宝珠来啊这个缀成的。这个珠子非常的透明，肉眼都看不见，有点非常透亮的水晶球一样的啊。它这个啊，一般讲有千个珠子缀成了因陀罗网，那这个每个珠子它是透亮的啊，透亮的类似于超越能手
所以这个珠子的光影就能够复变，这个珠子可以变到另外一个珠子啊，另外一个珠子又能变到对方的珠子啊，这就比喻镜观之相吞。那这个是属于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状态了。这个后面对因陀罗网会做介绍啊。所以这个镜观相吞门主要进一步阐述世事无碍法界的。那这个玄门在华严十玄门里面是展开这样的境界。我们接触大乘原教很生疏啊，所以你对于世事无碍的法界没有了解的话，是很难了解华严经的，也很难去理解无量寿经的。好，请看下面论曰：镜观相吞者，正由世事无碍也。世事所以无碍者，所谓有本者如是也。盖由法界圆融不思议体，作我一念之心，亦复具体作身，作佛，作衣，作证，既皆全体而作，有何一法不及法界？故曰：一乘法界不小，差海法界不大，多一法界，少一法界。好，这就优希大师就开始用长行的论文来深入的解释这个记诵了。首先理解镜观相吞，镜观相吞的这种奇妙的效用，正是表达世事无碍法界的啊。世事无碍就是一切的事项啊，限量差别啊，这些事都是称性融通，称法性的能够圆融贯啊，圆融通达啊。所以这里面超越了一多大小啊，长远是非的界限。这一多相即，一即是多，多就是一，大小相融，小能融大，大能融小啊。那它展开的就像一面宝镜照所有的景物，重重无尽。那世事无碍解法界也是全息的，依法具足一切法，一切法入依法啊。好，那这个世事一切事项没有障碍，那这个我们在这个我们这个世间事和事是有障碍的啊。这个我坐在这里，另外一个人就不能坐在这里，这帮桌子摆在这里，第二张桌子就摆不进来，它有障碍。那极乐世界就不这个样子了啊。所以无量的众生往生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都能包容，因为它是世事无碍啊。之所以有奇妙的世事无碍，就无有障碍，在一念融摄无量刹，一毛孔当中啊，能够包容十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的刹土，一一刹土有不可说不可说的微尘世的微尘数的诸佛啊，一一诸佛又有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的菩萨众会，哇，那你重重无尽，可能就在一毛孔里面。
在你的一刹那当中能够啊，这个无量劫的时间都在一刹那里面。这就是善财童子参曲波仙者握手的功夫，他已经是参访到无量劫的这个时间了，但是一放手就在 当下、啊、所以这些不可思议的境界是来自什么呢？它的本源是由本者如是也、啊、这就是引用了孟子的一句话。那孟子是在离娄章句下说的，这段话给大家念一下啊。徐子曰：“仲尼仅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夫四海，由本者如是，是之取耳。”啊，总是说我们国学底子很浅的，可能大家一听都是懵的，说什么呀？这个徐子是孟子的一个学生，啊，叫徐辟，为尊重他，我就叫徐子。他有一天对老师孟子说：“仲尼就是孔子，孔子所到之处有个特点，就常常喜欢观水呀。啊，一看到波澜壮阔的水，那孔子眼睛就发亮了。啊，所以孔子很多讲学的时候，那个背面的屏风都是水呀，波涛翻卷的水呀。啊，他就称赞水哉，水哉。”那徐子就问：“仲尼为什么这么偏重赞叹水呢？”好，孟子就回答了。孟子是亚圣呢，深知孔子之心呢，孔孟之道啊。孟子是解释《论语》的一部最好的读本。孟子要常常去读的啊。好，孟子曰，就是源泉混混呢，就是这个水呀，你看它波澜壮阔啊，这个滚滚而来的时候，它一定会有源头啊，有源头的水才有本呢。它才会有力量啊，它才波澜壮阔呀、啊，啊！所以孔子说：“观水有术。”观水，你用什么方法切入呢？一般源头可能你也看不到，但是你看它波澜，你波澜壮阔的那种力量，是表达它的本源就是很有力量。否则他没有那么波澜壮阔啊，不舍昼夜啊，不舍昼夜就是白天黑夜这个水都在往前走啊，那水的力量很大呀，穿山破壁呀、啊、就是巨大的山的石头，你挡住它，它在天天在那里跟这个哎，让你的石头都穿然后过去啊。而且水还有盈科而后进，水的特点就是盈科，科就是指坑洼的地方，这个水碰到坑洼的地方一定要把它盈，就是把它弄满了，它才继续向前，不会越过这个沟坎的，水有这个特点啊，盈科把这个水坎给它这个一满了之后，它再往前进，
他往前进有目的的，有方向的，奔向四海。水的特点是要一定是要到海里去的，无论他百转千回，他的目标感很强，一定要到大海去。用这个表达君子的德行呢，啊，君子要像水一样啊，他是沛然莫欲啊，他是要奔向大海，他是要奔向道的，至于道的，不会中途停止的，一切的障碍都要穿过去的，是这个源泉奔涌的源泉。就是水之本呢，这个流畅的这个水是有它的本源的，那个本源的那个源头，比如高山的水，它的日夜昼夜的都有啊，所以它就不断的给这个奔腾的水提供力量啊，用之不尽呢。所以是借这个游本者如是，之所以能够做到世事无碍，是由于本于有法界原理圆融体作为根本的。就好像我们的修行，如果没有法界原理圆融体这个实相佛性，我们的修行是很难相续的，我们完全被迷失在五欲六尘里面。就由于有这个法界的这个本觉的熏习，有本觉的熏习，让我们不断的觉醒呢。为什么我们能够厌离娑婆心求极乐？这在凡夫层面是不可思议的，你在这个世间活得这么好，还要去求什么呢？但为什么我们会求极乐世界呢？会厌离这个五浊恶世呢？这就是有根本呢，有我们法性圆融体的熏习呀，真如熏无明呢，不是完全的无明呢，有真如的法性在熏我们，我们才会觉悟。这个觉悟就体现在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相信有阿弥陀佛，相信我本具有佛性，这些都是有根本的表现的。所以那有本者如是就有这么深刻的内容啊，知道就像知道孔子取水赞叹水的本意，就能知道君子要悟本的，悟本自学，要悟那个根本的，你要明明德啊，要至于至善啊，你良知良能本质存在呀，所以君子要任重道远，要至于人的境界呀。那这个颜回能够做到安贫守道啊，一箪食一瓢饮俱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那颜回为什么能做到安贫守道？一般人很难忍受那种贫穷的忧困，但颜回还是很快乐，就在于他有这个本呢。所以在这个正面阐释，这个有本者如是，就是由于有法界圆融不思议的体，这是一切众生本具的，再繁不减再甚不增的那个体性，以这个长恒不变的体性作我现前一念随缘起修之心
同时又举全真如不变的体来作身、作众生、作佛、作依报、作正报。那这些身佛依正，这些一切的事项，全体都是一真法界全体而作的。既能是他由性起修，全理成事的话，那事项上的一切法，全体就是法界。所以《华严经》对这个境界展开很多，《法华经》《楞严经》也有。一尘法界不小，一尘就是一微尘呐，甚至是极微尘的那个设法，那小不小？从现象这样来说，这个是很小的。刹海法界，你说大不大？它很大。刹海就是像华藏世界海，那你看看那个境界有多广、多宽广，有无量的香水海。一一香水海有无量的世界种，一一世界种又有二十层的世界，一一世界又有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的刹土，华藏世界海只是一个单元，进一步还有无量的像华藏世界海这样的法界，那大不大？很大。好，这是从相上来说有小大的差异，一微尘很小，华藏世界乃至全体的法界很大，但为什么一尘法界不小，刹海法界不大呢？是由于在世事无碍法界当中，是超越了小和大的区隔。你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的那么多的刹土，这么多的刹土，它是法界，本质上是一真法界圆融体。那一微尘的体性也是法界圆融体，所以一尘法界和刹海法界打破了大小的区隔之后，那么一尘法界就能包容不可说不可说的微尘数的刹土，这些刹海法界进入到一微尘里面，一微尘没有放大，刹海法界没有缩小，但是它们互相包容，这叫广狭相容。狭小的空间可以包容很大的法界，这就常常表达是，你须弥那戒指，须弥山很大，八万四千由旬，你包含这个戒指，很小的戒指，这大家都了解，大的包容小的嘛。但是在世事无碍法界，小能包大，就是一戒指可以包容须弥山，这就是超越了凡夫境界了。一戒指代表一微尘呢，他能把须弥山包容，须弥山没有缩小，戒指没有放大，相互包容，这个相互安利。所以你看这个《华严经》，哇，那就是这个比如这个善财童子在哪个善知识当中。进入他一毛孔，或者见到善普贤菩萨一毛孔，哇，那里面就是全体的法界。那一毛孔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刹土，一一刹土有很多的佛，一一佛在为很多的众生讲经说法，就在一毛孔里面呢。那善财童子参弥勒菩萨进入毗卢遮那庄严幢那个楼阁，
那它也是生物全息律呀、啊，在那个楼阁当中，可以见到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景物，能够，这是从空间来看，横遍十方，十方法界都在那个楼阁里面体现。那数穷三际，哎，能够见到弥勒菩萨在什么时候发菩提心，修了什么法门，怎么证到慈心三昧啊？然后到他方世界如何的去示现八相成道，示现八相成道在哪个家族，什么名字，活了多少寿命，哎，一一在那个墙壁上能够见到。所以那个楼阁也是生物全息，全息也是一不可思议的法界圆融体的呈现，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啊！所以你这个能观之智，属观之境，它是法界，它就互相的可以包容，互相的渗入，互相的变啊，互变啊，超越了大小长短的这个界限，所以就称为随便一法，就任取一法。任取一法，比如你在毗卢遮那楼阁里面，任何一个墙壁上，你都能够见到整个的法界。西方极乐世界任何一个地面上，任何一棵宝树里面，任何一个七宝宫殿的墙壁上，也能想见，能见他方世界所有的法界。那一个宝树的里面是一个狭小的空间，能够见到他方世界无量无边的刹土，这也是广狭相融啊！所以你到极乐世界想见他方世界，那是太自在了啊！坐在那里一看宝树，啊，我从娑婆世界正等国过来的，我往生了，看看我那些有缘的众生在那里怎么样？哦，又轮回去了。好，这个向下文长有待人日。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Oh,